一千以内偏年轻的饰品有什么样的选择呢？如果是选品牌的话，撞款的可能性比较大，而且它一般是不太会采用贵金属。那批小葫芦18K 的才相见好的，评价是200多，戴起来的话就特别像那种偶像剧女主角戴的那种小饰品啊。而且贵金属嘛，它也不会氧化。几百的这些就更为好看了，因为翡翠嘛，它本身就是水色多样的天然石头，白冰的上身就是一滴水啊。而且浮瓜的话，它有荧光味，就显得更为的灵动。心底的东西在白天的阳光下，它就像一波碧水，有一种沉稳内敛的感觉。